参禅要把心参死。2006年正月初三，在辽宁省海城大悲寺禅堂，上庙下祥法师为僧众开示。所以说，你必须有禅堂，有禅堂的位义和规矩啊，这样的整齐划一啊，它就好了。所以说以后呢，就是禅堂要好好装啊，大伙呢要提高啊这个纪律性啊和整体化一些啊，禅堂才会有一种气氛、啊、因为这个气氛呢它是一种严肃啊，也是控制妄想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。禅堂就是禅堂，禅堂就是一句话头啊，念佛是谁啊，一定掺着话的前头去，掺话的前头，话上要掺掉啊，何况看书是不是，看书那是话尾的话尾啊，所以在禅堂里是不允许看书的啊，所以这个看书啊不服禅堂。如果我们心里有疑惑，那是怎么办？那我们离开禅堂再看啊。这个禅堂主要一禅禅、啊、不管哪句话、啊、都要一禅啊，一禅才能深入啊，你不采取正确的思维它没有意义啊。这是一个啊，再有就是绕行水啊，禅堂也不要叫止语啊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张口啊，就是默默地坐啊，默默地坐啊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啊，有这么个环境，有这样的要素，那简直就是成就我们啊，我们自个儿用功有时候管不住啊，有了规矩，又有大众同样的共同需求，那就殊胜加殊胜。在过去来讲，你过去修行在丛在森林里也好，在小庙也好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没有这种机会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条件非常好，特别是你所有日中一时这样的话，减轻我们多少的烦恼和麻烦的事情，又不让你摸钱，你有多少的心都收回来啊，一切供养贵常住，你一放，你心就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在这里参禅是相当好的一个环境。啊，在这个环境上，你再不用功，啊，我们就有点辜负了。不说你辜负常住，你首先你辜负你自己，辜负你的初心，啊。辜负了这个时间，辜负了这个生命啊，更对不起佛啊，也对不起菩萨和护持你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用心办道啊，把自己看死啊。所以说呢，参禅就是不给我们自由啊，要把我们的身口意全都看死。不光身啊，不能放逸啊，不能乱走，而不能去、想啊，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要把它看得死死的啊。而同时希望大家都来看啊，不光自己看，希望别人帮助看，欢喜别人看啊，谁看你你就给他顶礼啊，你把功德全回向看你。得有这种决心和胆识啊，这才好。不光要把身看住，同时还要把念头看住啊。参禅就是一句话头啊，话头本身已经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，
在许云老和尚家也是一副毒药啊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是用它来支撑我们啊，要不我们的心就不知道怎么抓啊，用这话头把我们的心抓回来啊，所以说把我们的也就是把念头啊要灭掉啊，所有的想法包括你的不正确的还包括你的正确啊，你所有的正确包括你成佛的念头给你灭掉啊，所以说啊，像齐庆老师讲的他犯有言说多无实啊，你什么念头都不允许有，就我现在打坐啊，这个念头什么都没有，你要知道你没有念头那也是错误，因为啥，你知道本身就是个念头，包括你的所有的感受冷液呼吸那都是念头啊，坐着啊麻呀痛啊，我只要在这坐着我很欢喜或不欢喜那都是念头，这些东西要不死啊，你不可能啊回到你家里去，我们之所以轮回就是因为有了念头我们就轮回啊，所以说这些念头必须死掉啊，毫无疑问的啊，没有余地，说我保留一点，一点都不能保留，你只要有所保留，你肯定是不正确。所以说参禅就是把心参死，把我们参死，啊，把整个虚空宇宙都要参死，啊，把一切相全部参死，啊，就像石灰一样，啊，不可能再复原了，这才啊与道才相应。也就是说人心不死道心不生，你想得到必须人心死，只要人想出的办法那都是不正确的，所以说我们要下达决心，不要害怕，哎呀万一我堕落无尽里了，你别听他讲啊，有时候他吓唬你，哪来的无忌不无忌啊，你赶紧去参啊，你连一步都没走呢你还说你无忌啊，你自个儿还没能走首先就害怕就完了，你得敢勇猛地走啊，前面是火坑你得跳，是个山涧你得跳啊，是个大海你得跳，哎，你得把自己哎生死肚子之外哎，你不怕你才有一个大转身的机会，否则的话你那些担心都成为了自戒，而且呢最后你半步也走不了，就成了嘴巴子，所以他有时候用点功都用在分别心那块儿，有点定力最后还不够吃饭啊，所以说想用功就是把念头要彻底灭掉，别怕，过去那些祖师大德都是喝出命去走的啊，所以说喝出命就是不怕死啊，倒不是说是去啊马上跳三界，他确实有跳三界啊普火海的那种心，这才行啊，你也别怕妖魔鬼怪啊，说魔来了啊，魔来了他要咬我他吃我，你让他吃就完事了啊，什么老虎啊死啊他愿谁来谁来，他把你吃掉了那你就身就灭掉了，你反而成就，就怕他不吃你啊，你什么都别害怕啊，所以你有这种决心啊，你才能啊有了定力，才生经有了智慧，犯所有相都是虚妄的，别怕。
我们有时候就是参禅时候，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有点感应了啊，马上就想法，不是害怕啊，就是因为自己已经啊有了有所修行啊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开悟，那都不行啊，这个心都得灭掉，别老想开悟开悟啊，那想开悟那是上道的，你只要是想开悟，本身就是走向不开悟那条道，只要你不想，只管往前走，没有顾虑，所以说这条道很快就通过去。如果你有了想法，就不行了啊，他已经障道了，你已经停止不前了。所以参禅是很殊胜的啊，是很快的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提起劲头啊，把一句话头啊，一定要给他参死啊，参到话的前头啊，不要参在话尾上。